娘。嗯。这个更年期出国真的不会有问题啊。爸，不用担心了，你只要记住呢，这更年期应该注意的饮食习惯还有生活禁忌，去哪玩都 OK 的。那就好。哎呀，真的好久没跟你师妈出去玩了。就是啊，你们上一次呢高雄没有去成，这一次去普吉岛，师妈她一定会非常的开心，说不定回来之后连吵都不会吵。希望是这样。最近你师妈为了那更年期啊，她自己大家看我都很开心。我希望呢，这次去有个好的转机。爸，一定会的啦。普吉岛呢有很多的运动设施，像什么滑翔翼啊、拖曳伞啊、水上摩托车，你记得呢让史妈妈多参与一些活动，运动呢对更年期女人来讲是好的。好好，到时候呢我叫她什么运动都去，把你累死这样子她就没时间发飙了。对，阿姨 啊，这你就不懂了。这个练马步啊，是最能达到瘦身跟健身的效果。哦，那他是需要的。阿才啊，不，你要记住啊，这个练马步的时候啊，一定要腰马合一，而且不能心浮气躁，否则啊就会有运动伤害。来，再低一点，再低一点。好，黄师傅啊，好，可以了。其实我不是要瘦身呐，我是被你姑妈逼的啦。我姑妈。来，哎呦，你看看长得这么漂亮，哎，你是小雷还是舒淇呀？啊，都不是，姑奶奶，我是婉婷。哎呦，婉婷哦，长这么大了，你看看，哎，这个小雷跟舒淇啊，他们两个虽然是漂亮，可小雷太凶，这个舒淇嘛又太笨了一点，还是我们婉婷啊最得奶奶的缘了啊。姑奶奶，我也最喜欢你啦。哎呦，你看这小嘴儿多甜啊，是难怪姑奶奶呀老惦记着你哦。姑奶奶来先坐啊。哎，姑妈好。好什么好啊啊！你违背皇家祖训，跟仇人的后代在一起，我被你气得都快要吐血身亡了，我还好。哦，姑奶奶，不生气啦，生气呢对身体不好的。是啊，姑妈，那你要来台湾，不先打个电话了，我可以到机场去接您啊。打电话说得清吗？我一看到你我就有气。哼，我要不是有要紧的事儿啊，我也犯不着千里迢迢的从山西到这儿来。